为了独家弄警察，这样对吗？你自己知道啦。我想问说，你是不是因为这种事情？不想跟你讲话啦。不想跟你讲话了，你是什么妹？不想跟你讲话，你奶大又怎么样？后续观众持续带你关心现场的最新情况哦。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，花花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在蓝屿这座神秘的小岛上面哦。那究竟这边当地人的生活一整天都是怎么过的呢？大家就跟着主持人花花一起一探究竟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前店这边，然后要准备去方奈了，大家在准备衣服。绿岛火烧山的现场呢，竟然已经成了现在这样一副景象哦，一不小心就会啊。整个脸坐在地上，不要跟记者一样，这样一不小心就跌到地上。这个阿嬷的葱 Q 饼，和章鱼、尾鱼、海草原味素饭，还有鲑鱼酱，据说是当地还蛮有名的一家必吃的葱油饼。在一个小小的小摊子里，还有鱼丸，还有卖关东煮。然后我们现在点了一个这个章鱼的葱 Q 饼，里面东西还蛮多的，很快。你为了独家弄警察，这样对吗？你为了独家弄警察，这样对吗？你自己知道啦。是想问说，你是不是因为这种事情？不想跟你讲话啦，我不想跟你讲话了。你是什么妹？我不想跟你讲话。你奶大又怎么样？为了独家弄警察，这样对吗？你自己知道啦。是想问说，你是不是因为这种事情？不想跟你讲话啦，我不想跟你讲话了。你是什么妹？我不想跟你讲话。你奶大又怎么样？